Channel， 今天的 vlog 呢，一样是我的一周 vlog。不过这支影片有点不太一样，是因为我现在人在台湾。那今天呢是2月3号，我会先把这支影片上传的原因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我现在人会在台湾，没有在香港。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大家知道新冠状病毒，那我其实本来是1月底的时候一过完年就要回香港，但是就你知道过年的时候是整个新闻开始起来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我自己就开始有一点担心，然后家人也有一点就是你真的要回去嘛这样，所以我就延了一个礼拜到2月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五。看了很多的新闻，我会觉得香港现在好像不是很安全回去，怎么讲，好像没有进一步的在抑制这件事情，那我自己就觉得那我可能就再延一下，看看什么时候回去会比较适当。对，其实我真的非常非常想要回香港，因为apartment 在那里，我的很多朋友在那里，然后我的工作也在那里。其实很多东西其实你说 remote 可不可以做，可以，但都不能跟你实际在那边的那样子的感觉，你懂我意思吧？先这样子，我已经要迟到了。这是我前两天在信义区的诚品买的一个帆布袋，虽然我有100个帆布袋了，但是我还是受不了诱惑。我觉得我一看到它的时候就，你知道跟它有一种连结感，就我会觉得你就是我要带回家的东西，所以我就买了它。是不是很可爱？是吧？你们一定要跟我说是哦，不然我好像也不能干嘛。同事们都很乖的，有戴口罩，你看，戴好戴满，那这个也是戴好戴满，后面的老板也是戴好戴满。我们今天两个吃的是面线，我是肉羹，他是大肠，是吗？我看一下，哦吼，这是我的，还有青菜，拿下来就可以，可以，天哪，塞一下你好，一个，这样子可以吗？快称赞我，今天很乖，自己带餐具。你很棒，谢谢。我每天都用，但是我们也用了好多的塑胶袋，真的。很好吃哦，我带回瘦瘦的。我很喜欢，可是我喜欢吃 A 菜跟当哦。哦，因为它不会瘦瘦的。因为菠菜如果你跟鸡蛋一起炒，就不会瘦瘦的。为什么？哦，我呛到，呛到了，不知道为什么。不要拍哦。你为什么要偷吃人家的凤梨？ Hello， 我现在回到家了，然后那我其实也看了很多关于香港现在状况的一些新闻啊，例如说大家在讨论一些政策，然后最近的医护罢工，然后另外可能就是大家都买不到口罩啊什么的，我自己心里会有点就是担心我在香港的朋友啦，打个电话给他们关心一下。对，喂，Vanessa， 你好，你好。你排点吗？呢排几好啊？几好啊？闷啊！可唔可以讲下而家香港系咩状况？哇，真的很厉害耶！那我们香港人的最重点担心的是口罩很缺货。说实话，其实我也没怎么出门呐、啊，我也是在家工作，就是公司说大家留在家里。昨天就收到一个那个短信，就说从今天开始就一直在家工作，直到另行通知。现在每天连锁的生活品牌有在每天供应大概5000到6000个口罩，他们排2-3个小时的队才能拿到
五个这样。可是你知道五个就是很不够用啊，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之前我们香港的社会运动的时候、有很多外国的类似 Amazon 啊不 deliver 货品到香港来，很夸张，情况真的很夸张。我前几天有出去，然后看了一下，有就是有些药房他们有卖，然后看到200多块一盒。200多块，那一盒有几个？应该都是40-50个而已吧，大概240，如果我没记错。哇、那一个要20块台币，要5块港币哦。你有看过有一个最搞笑的是说口罩可以蒸吗？蒸，然后对。我看到很多人就在看着看，然后都不敢买，因为最近都有说是假口罩。哦，对啊，二手就街上很少人啊，就觉得。哇，好可怜哦，就是整个好像荒城店8点钟然后全部店都关了。我觉得你跟香港有一个很特别的关系，可能我帮香港带塞了真的但有一些特别的缘分，就是缘分。大家这段时间就是出门如果有要到人多的地方就戴口罩，然后勤洗手。哇，拍完这段我心情有点小小的沉重，今天就先这样子吧，我们明天再见。Good morning, everybody. 哇，今天的天色有点暗。我很想给大家看，我今天尝试了一个比较深色的那双，就是眼影再怎么画都看不出来。昨天的 vlog ending 的有一点伤心，对不对？那我们今天早上来一个开心一点的东西。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的新玩具，我的新午餐袋。你不觉得很时尚吗？而且你看它旁边超可爱，还写说 This lunch belongs to Cynthia， 还有秀我的名字在上面。我收到的时候真的是心花怒放，因为真的太可爱了。这个袋子呢是一个加拿大品牌叫做 Fluff 他们的有机棉环保包。那因为我姐姐开始就是慢慢影响我，让我开始对环保餐具啊或是环保的东西开始比较有意识这样。这个我在网络上面看到，其实它有很多不管是给大人或小孩的款式，如果大人的话也是有这种比较简约的风格。然后你们也知道我很喜欢橘色，你看我 IG 的照片就知道我很喜欢橘色，然后这个字体跟这个设计整个就很北欧风。这里面的空间其实很大，然后你看这边有一个小小的口袋可以放小罐的水或饮料。比较特别的是它里面是无毒的食品及内里，就是它可以防水，然后也可以直接放食物。它的外层是有机棉，所以很好清洗，不用怕就是弄脏之后就整个袋子看起来很丑。除了这个袋子之外呢，他们还送了另外两个，我也是的 snack bag。 我选的这个是猫，超可爱的，我真的很想要只猫。在这边我跟伊言呼吁，我以后养只猫。对，装装这样。我回去它的网站上面非常多不同的款式跟选择，我觉得大家应该都可以找到就是喜欢的风格这样。另外呢，下一个我觉得很酷，它是一个美国细胶环保餐具的品牌，叫做 Go Silly。 那我总共选了几个产品，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水壶，那我选的是我这个你知道很喜欢的宝蓝色。这个是一个可以插吸管的杯盖，然后吸管呢，这个是喝珍奶的，这个是20公分，跟这个是27公分，那三个都是可以这样收在小铁盒里面带着走，把它打开之后它就是可以这样收进去，拉出来它就是一根吸管，那你就是可以这样子插进去之后喝。这三个吸管呢其实都可以跟这个杯子搭配使用，就像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个这个东西，有时候我们买饮料但是这样子的吸管其实很难戳破，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简单的切口器，随时有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用。 Go Silly 这套细胶餐具它的特性，第一当然是环保嘛，第二是它是无毒细胶材质，所以它耐热，然后不用怕塑化剂，第三就是它颜色很缤纷，你可以自己选择喜欢的颜色，第四个也是我自己比较 concern 就是能不能够洗干净。那因为细胶的话它算是有点半透明的状态，所以它里面有没有残留东西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总之我这次收到的时候就是每开一个就尖叫一次，就是好可爱好可爱。我现在打包一下好了，点心嘛，芒果干，带这样子去公司。所以这个就是我的 lunch bag， 如果你有想要跟我同一款的话，我会把链接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就也没有人想跟我同一款了。我会把链接都放在下面的资讯栏，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款式啊，或是这符不符合你的需求。We just gotta grind for that paycheck. Mama told me one day I'll be famous. Remember when she used to say she hated us. Back then they would laugh when I say shit. Now I'm inside all them people's playlists. So one day I'll be stomping on them stages. But right now we just dancing in the basement.
Down inside the basement, set his 4 a.m. still with wavy tweaking faces. Guys, 现在是中午休息时间，然后我准备要去邮局寄个文件。这个是迪化街吗？还是反正就是大道城啦。然后去附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哇，我今天看起来真的是不是一般的狼狈呢？其实我平常都是会跟同事一起出来买东西的，但我今天就是一个人，因为我要去邮局嘛。嗯，记得没讲咩？所以就算了。是说我每一次要去邮局，我都一定会错过，因为这边的这家邮局啊，外表超不起眼的。有整啦，我可以车到这里。刚听到后面有人在讲广东话。Seconds later， 各位，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哎，我拿了这东西，但是我还没付钱，我想要回去那家餐厅付钱。我的天哪，我刚完全没有发现哎，我刚刚是走到一半想说，请问我刚付钱了吗？答案是还没有。去刚补货，我们公司是外国零食嘴。哦，这个我刚吃了一个，这个很好吃。通常我们零食补货大概一个礼拜就会吃完了，所以这么多算是很少见的。我很少看到我们这边的零食区这么满。我们今天来，我对不起，我错了。我们今天来 movie date， 我们今天要看什么呢？小丑女。早安大家，今天早上我就是起床都头有点痛，所以我请了一个小时的假，然后我现在要去上班啦。我今天的 OOTD 是一件 GU 的帽 T， 然后 Uniqlo 的宽版，这叫什么？男友裤吗？对。我现在水平也 OK 啊，是吗？而且又稳。很棒。我说我今天穿的衣服是现在正在拍摄的 Adam 买的，他在前年吗？前年的圣诞交换礼物的时候送了我六件，同样的 size， 不同颜色六件，然后一箱这样给我。没有，那是因为你在冬天只有三件衣服可以穿啊，或者是你只穿两三件。眼镜好美哦，那里的颜色好怪。Lisa， 你要去哪里？你现在是很认真在帮我记我的话，哎，拜，我把它放在这里，然后你走出去，等一下哦。好，请离开。你要弯出去啊！你要弯出去啊 ！Good， 嘿嘿嘿。我们点。姐姐，哎，你不动如山呢，怎么会这样啊？跟你说很稳吧，还是有练瑜伽。今天买的标签机到货了，我刚刚玩了一个，先打了一个很 cheesy 的东西，然后呢，你要打一个，然后粘在你的身上面。好，我刚刚打的第一个名字呢，已经粘在隔壁同事的行事历上了。隔壁同事。Good morning, everybody. 今天是星期四，今天终于有一天是
没有准备要迟到的状态。然后今天的 outfit 上衣是 GU Hollister Uniqlo 跟这是什么 What are you? Oh, Adidas、yeah. One eternity later、结果一瞬间就到晚上了。今天呢是我家母亲大人的生日，所以今天晚上大家要一起吃饭。然后我们今天要吃饭的地方就是在国家戏剧院楼下一个叫做戏台酒馆的地方。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国家戏剧院。你们点料，今天想吃什么呢？一个玉米笋。好，一个玉米笋。一个草叶菇。草叶菇，好。还有什么？哦，一个套丢。一个套丢，好。对，妈妈今天买了她的生日礼物，是只生日礼物吗？给自己的生日礼物。买一双 New Balance， 你很 fashion 哎，而且你知道你这个挑色是我们学校的代表色吗？蓝跟黄。Wake up, honey, I made you breakfast. Fresh coffee and bagels too. A new day is waiting for us. We got lots of fun stuff to do. Let's go to the sun. 妈咪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你。Hey guys, good morning. 今天是星期五 ，Happy Friday。我现在是早上快要10点钟，所以我要去上班了。这件上衣是我很久之前去韩国的时候买的，然后裤子看到吗？裤子是 MOBO 的宽裤，然后我的袜子是 Good Tama， 帽子呢是大家已经看过100次的 Fila， 我的拖鞋很可爱吧，是两颗荷包蛋，对。其实这件呢一直都是我姐姐的外套，我已经连续穿它穿了一整个礼拜了，然后。我等一下，我现在把球灯去全联买的软糖，还被我藏在口袋里面。OK， 全副武装，我要出门了，好了，拜拜。都过得很棒呢。Guys， 我看我的衣柜没有关好，我有点强迫症。等我一下，我刚自己去吃火锅，然后回到家，我现在全身都是火锅味。我在洗澡前，在我房间是门口那边玩手机，结果我刚洗完澡回来，发现整个房间都是火锅味，好崩溃。跟你们分享一个故事，就是我刚刚去看牙医嘛，结果医生就突然跟我说。我今天好像没有办法帮你看诊，然后我想说为什么没办法，结果他说因为今天开始有一个政策，说是港澳人士入境都要居家检疫14天，因为牙医是一个会接触到病人唾液的一个职业，所以算是高危险群，然后他们都特别小心这样。然后我一直以为是从今天开始入境的人要居家检疫14天，就不是，从今天开始往回推14天，如果你是从中港澳那边回来的话，你就应该是要居家检疫。
在刷健保卡的时候，他就会一起跑出那个资料好像。然后后来算了一下，就是刚好今天好像是第15天的样子吧，所以就是刚好过关这样子。当然其实如果今天医生不让我看诊，我也是完全能够理解，因为这种东西其实就连我自己也没有办法保证我绝对绝对没有，你知道吗？然后我最近听到香港的朋友实在是觉得好难过，就是真的听说是没有物资，然后也买不到 消毒水，买不到口罩，什么都买不到，然后超市的物资好像也常常会没有什么的。这个是哦，我刚刚给大家看，这个是我上次去 Innisfree 买的，它是 Pomegranate 的英文中文是什么？番石榴吗？我最近异位性皮肤炎超严重的，这一块是我这只要天气一干就会开始超级爆痒，然后很干裂这样。哦，然后我刚刚去吃，一个人去吃火锅嘛，就那个店员还送我一碗草莓，真的是受宠若惊，非常的感谢他。今天还有什么事啊？其实我觉得我这个礼拜过得都还蛮厌世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说，欸，就这样子来说好了。以前如果及格分是60分好了，那我觉得可能想要做到85分对我来说才是及格，或是90分，我觉得很有就是这样子的更进跟想要这样做的那个心情。但最近就会变得比较像是我做到60分或65分，我就会觉得唉，其实谁规定所有事情一定要做到完美或者100分呢？偶尔也是要放过自己嘛。毕竟我个人很提倡，然后很相信 follow your heart, follow your mind 这种听起来很老道牙跟很 cringe, 但是我个人认为很真理的话，每个阶段本来就是会有不一样的感受。不过呢，该做到60分，该要及格的还是要及格，好不好？我们做人要有道德。对，大概就先这样子，希望大家都好好的。香港加油，台湾加油。快听！没有我的陪伴是不是很孤单？快长，快长毛了！你知道，我跟你说，你跟 Vanessa 讲一模一样的话。香港没有我是不是很无聊？是你犹豫太久。